在台中了，哈哈，我已经在那个谁啊，我已经换地产，他们现在打第三轮，然后我们就。因为这个是定做的、那个好吗，如果说对啊，刚好我看到了。珍珠什么？还有什么吃人家东西就懂。传统的照片，好、啊，小腿放。哦，越来越明显了，对，是啊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谢谢。它会被褪色吗？褪色吗？你不要去照太阳啊，或者怎么样的话，基本上它就是可以拿好的。是啊、哦。我上次用我手机拍一下。啊，这我们带回去拍。我们带回去拍就好了。Thank you.
我帮你拍啊。